好了，我们要简单的。这段竟然可以玩。什么歌？好，来字幕先出来哦，不要拖了。第一句到第十个唱个什么？他是什么？现在的提词机又突然宕机，下雨天或什么器材坏掉都没关系，我就是怕坏掉的是提词机。要从头吗？刚刚前面你们满意吗？还是我全部都乱唱算了？五个可以选这样子吗？是不是五选一嘛？对不对？我选冠佑。你选的是冠佑嘛？对不对？我选的是冠佑。我们先看别人的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先把玛莎的抽下来看是什么。你说玛莎是什么？大声说，再大声一点。玛莎是什么？好，这段小片有录起来哈。好啦，最后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就是冠佑的身体的下半部的这一首歌了。我们数到三，把它抽开，三二一。已经抽掉了，已经抽掉了。你下面太小，我真的看不到。不是他，不是他那个不是小，我真的要显微镜。他下面是模糊，我真的要显微镜。是什么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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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你要写清楚啊！哪一首？等一下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是真的看不清楚。三二一。对。对啊，我们就是问你们是什么歌、啊，问你什么歌，你又问我什么歌，问来问去的。五月天耐心也是有极限的，好不好？我再问你们一次，如果你们再乱回答的话，我演唱会就到今天取消，后果你们都负责。请问你们要听什么歌？谢谢，再见。好了，我们要简单的。这段竟然可以玩。什么歌？好，来字幕先出来哦，不要拖了。第一句到第十个唱个什么？他是什么？提词机又突然宕机，下雨天或什么器材坏掉都没关系，我就是怕坏掉的是提词机。现在我只能乱唱，随机歌词到底要哪句歌词？我还在想，配上一个智慧声音的玛莎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要从头吗？刚刚前面你们满意吗？还是我全部都乱唱算了？当岁月轻飘飘飘的流走，我们都哎呀呀呀白了头，有什么留在你我的心中？那是什么？